老板，我下个月准备辞职了，你看能不能把我这个月的和上个月的工资结一下呀？清洁工是吧？你来了这里不到三个月时间，试用期你都还没过，试用期离职啊是没有工资的。什么？那我这两个月不是白干了吗？那公司有规定的嘛？劳动法都规定了，做一天就要算一天工资的。哼，在我的公司啊，我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。哎，老板，不能这么干的，出来社会一定要守法才行的。臭丫头，有种你去告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年轻人，维护个人权益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敢告？你看你今天走不走得出这个门？我肯定是不走出去的，因为要走出去的人是你。本来呢，我收租收到手软，打份工呢休闲一下，都怪你臭小子，害得让我多买一天无业。现在呢？我错了，欺软怕硬，目无法纪，你不配。